现在吼，祝福咱每一个好朋友，现金财宝拢总会当赚到无底黑啦吼！啊，今麦好，咱的小薇来给咱的好朋友来个请安问候一下哦。我们即将祝福现场的新人新妇，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会当红头大展，大家拢会当大赚钱。谢谢。来，谢谢。简单明了，好听，搁记得条。上界重要，拢总有讲到啊吼！身体健康足重要。啊，搁大赚钱。啊，大赚钱嘛足重要的吼、啊。但是吼，要大赚钱吼，诶之外，前提一定要身体健康。吼，啊，嘛要祝福咱每一个好朋友吼，拢总会当安尼身体，拢总会当安尼健健康康，诶，每一天拢总会当过了快乐啦，吼，诶，快乐的心情也很重要。对、啊，你刚刚也跟奈儿说一样的话。真的吗？哦，真的，你有你有注意听哟，要快乐。啊，今天嘛，你有在注意听哟、哦啊，没有？对了，爱快乐真的是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爱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哦，比较抛在脑后啊，呢、啊，脑后快抛。诶、欸，不知道诶、欸，其实有当下你袂感觉吼，要安慰别人都很。简单，啊，自己要做到搞做困难的，啊，对啊，很真呀，我感觉是、欸，所以我感觉做这吼，迄、那个小雨啊，吼，小雨，不是小雨，不是迄、那个，不是北港迄个小雨，我是讲吼，阿伯，不啦，我是讲脸书的小雨，不啦，不是啦，脸书有一些吼、啊，那个小雨啊，那啦，那个小雨，没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小雨了，哎、欸，对，就是迄个脸书那个小雨啊，弄来下一挂那个非常、那個、雨，哎、欸，对，过物语啦，哦，不是小雨哦、喔。物语小语应该拢感官啦，哎、欸，我感觉写了拢足好个安尼，哎、欸，真的都是写得很棒安尼啦吼、嗯。来啊，拄只咱个小薇嘛，甲咱个好朋友请安问候啊啦吼。啊，即马赶紧咱个小薇过来安排。安排一台歌曲《醉红人》。好，谢谢，来好听个歌曲《醉红人》。
谢谢，感谢第一个叫水空间，感谢您欣赏哦，谢谢。那么继续。